紧张，不紧张，妈妈不紧张啊！哈，对，把鸭都清干净一下下。不紧张哦，妈妈哈，这医生很棒的哈。不紧张，放轻松。哎，放轻松啊哈，啊，不紧张。不紧张啊，休息一下啊，不紧张，不紧张啊。这医生专门的哈，专门做这个的哈，专门做这样的哈，不紧张哈，牙齿弄干净哈，就不会有问题啊哈。哎，不紧张，不紧张哈。有时候会有声音。嗯。把嘴巴打开哦。啊！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。不紧张，妈不紧张，不紧张哈，不紧张，很快就好了哈，清干净哈。牙齿弄干净，没烦恼啊哈。很好很好，因为他不能吞咽了，对，所以要慢慢吸，慢慢吸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对。好，休息一下哈。对，好，他咳出来没关系。我再把这个往上拉一下哈。OK。好。不紧张哈，妈妈很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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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棒。好。好，不紧张，快好了，再一下下。再一下下去啊，不紧张。好，再一下下哈。他大概这个哈，嗯，大概从这一刻开始，到后面这四颗都牙根都有露出来了，嗯，有类似那种牙根龋齿了，所以他才会酸痛了。类似牙根什么？蛀牙，有点蛀的感觉了。哦，所以他才会酸痛。哦哦，那，嗯啊，现在要怎么处理呢？他一般情形下可以做处理吗？如果打麻药，他万一只要打麻药，他可以接受打麻药吗？我不是医生，我不知道他打麻药会怎样。他有没有吃抗凝血剂？没有。没有。他是高血压，他血压症高不高？不知道。不高，没有吃抗血压药。我可以去询问一下。